table. Table. Oh, that's beautifu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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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Go back one page. Oh. That's beautiful. Thanks. Secret, secret. Secret. Yeah. So, 所以我那个画的时候，我就不会去想要说把它画得很完美、很漂亮。我画的时候就特别乱、特别随便，只是因为我很有可能根本就不会给任何人看，我就给我自己看。我之前会在速写本上面画一些设计，但是那个设计基本上我画设计的时候就不会用这种那个水笔了，我用的是那种铅笔，然后画的可能。起稿的时候会画得非常非常的差和非常非常的乱，因为我不会去考虑任何的技法，我就是把它就是把我的那个 idea 把给它加进去，只要能够有这个 idea， 其他任何东西我都不管。叫什么啊，当我在画概念画的时候，我曾经不会去在意这些线条的这些走向啊，这些线条的结构，当我练了这些以后，我会尝试去让每一根线都比较完美，不会有那种特别杂乱的难看的线出现。因为我不会去给任何人看，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因为我到今天都没有想到我会把这些东西给大家看。我的速写本主要的那个用处就是用来提升我自己画画的那个水平，就是增加自己的一些传统的那些技法。目前的这些图都是在家里面，然后下载一些照片去画。I download a lot different photo to training. Someone like this probably just like three minutes. And the detail one sometimes like 7 or 10 minutes.Maybe this one maybe should take more time. I didn't 没有去算时间，我就就画到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的时候我就结束了，没有刻意去算时间，我估计是这个时间。当我一开始画的时候，没有一根线是画的正确的，画的特别的乱，然后但是在我画到后面，比如说像这些图的时候，就稍微会准确一点的时候，我才会去想，哎，要是我能够给它修一下，可能就更好。So, oh, this is my friend. He signed it, and he write very well, and then he gave it to me. Oh, nice. Yeah. This one, when I just back to China from United States, this one when I was waiting for my airline, my plane. This one is on the plane. So. 我不经常画飞机，这可能是唯一的一两张，因为在那边等着实在没事做，然后就算我在机场的时候，我也很少去画一些行走的人或者是那些在等候飞机的人，比较少，大部分我是打开我的电脑里面看里面的照片，看里面的照片，然后画画那些照片。但是我之前在加拿大和在美国的时候有做很多的人体写生，但是那些都是在其他的那个速写本里面，所以最近这些全部都是那个就对电脑上，就是比较喜欢画人吧。然后当我设计很多角色的时候，如果我的人体结构和角色和那个骨骼画得更准确，画得更好的话，可以让我的画变得更漂亮，所以我会这是一个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这个想法，但是当我画多了以后，我就觉得人体的那个比例啊，那个尺寸是非常漂亮的，然后画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开心。这个看时间段，有些时候会喜欢画腰部和胸部，有些时候会喜欢画头部，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会特别想要画手，因为觉得手画好看了以后，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的生动。然后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专门在画脚，就是在前面那一本里面专门在画脚。我画
之前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画手，就是提升自己画手的那个水平。然后这一张就是最近就开始画一些腿部的这些，就是让自己画腿的那个能够画得更好。所以我 This one is before this one. Oh yeah. This one.Where's my, oh, it's my hand. So, 就是画手有个好处，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画。Mm-hmm. 我就把手放在这边，然后这边手就在这边画画画画画画。嗯，这是我之前用来练手的时候的一些图。嗯，以前的画线的时候，线条会乱走，就是线条会颤抖，手会颤抖。然后画手画多了以后，我发现我的手变得非常的稳定。然后我可以更好更精准的去控制我的手想要画的线条。I learn how to sign here, so, yeah. Yes, so, I bought a lot of different pen and I try which one is, which feeling I like. I like smooth. 这把笔目前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它特别的，我喜欢当我画水笔的时候，我希望它特别的滑。This everything is so bad. No, change. Yeah, this is like brush pen. Uh-huh. It's like this one. It's really nice. This. 这支笔就更难去修改了，所以那个更难去使用。因为铅笔画它可以进行不断的修改和涂改，然后钢笔画。它会，如果你一笔画不好，第二笔再画上去就会很难看。它可以，它就强迫你。我觉得用钢笔的时候可以强迫你一笔把它画完，然后不要再去碰它，对，然后再画下一张。当我刚刚开始用那个钢笔画的时候，那些图像不在这边，但是那个画的非常非常的差。少数的时候我会画一些素描。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面都是这些线条，有一个素描是在另外一个本子里。This one is before this one. I did feel like pencil sketches like this when I was in Canada. Here. 我一般快速的话有两种，一种就是啊，我的。一般画在本子里面给朋友，我一般给朋友画在本子里面的，是，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模特，我照着那个模特画，另外一个就是我画一只小猫，只有这，我只会做这两个。All I can try to do the people and then I add a cat and yeah, that sounds good too. Yeah. Okay. Yeah.I'm so lucky. I just finished your hand. And you move. Yeah. I just finished. No, it's fine. I don't know. I'm very bad to draw people whose move. I don't know how to catch the point. 因为我很难去捕捉那些正在运动的人，我可能会在以后去把这块给他做得更好。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家里人会给我买一些那个很小的那种卡通的，我们叫小人书，然后上面会有一些绘画，然后看，当我看的时候觉得很好看，像一千零一夜故事和一些中国的一些古代的一些传说之类的那种神话，还有
反正像连环画那种，然后看了以后会很喜欢，然后会想要临摹。对吗？对。然后还有就是在我在我上学的时候，或者在我有空余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有在白纸上面这样涂涂涂，哎，画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是一种，有时候是一种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一种表现， okay. 就很自然的给它画出来，涂鸦那种。These things cover. Can I use this to cover this one?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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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sometimes I still make mistake. Just use the white out to change to put it on. So, yeah. 对, 对 yeah. 有一些大的错误。就是在修正液基本就是在画完几乎画完了以后，然后发现有一些错误，然后我会忍不住去修改一下，修改完了以后，然后很自然就把它给修一些，但是我不会修太多，可能就修一点点，因为可能就是用修正液给它填完以后，它的就是看上去会更好看，还是觉得会去修一点，但是其他地方尽量都是一笔画出来。骨架，然后光影和那个素描等于是那个就是那些墙面这些那些像砖瓦那种东西，然后色彩就是最后的喷漆，所以对我来讲线条应该是最重要的，如果线条能够画得好的话，可以让我的光影和色彩就是更加的好，就是线条的一种美感，就是画线的时候就画线的时候的一种美感，就是对线条的这种爱，会特别特别喜欢这种线条的这种流动会越画越开心，越画越喜欢，然后会想要画更多。English here, Chinese here. Yeah. No brains. 胸腔 The bone here. 胸部没 breast. Oh, really? Oh, my mistake. Sorry about that. My mistake.